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。可以自由奔跑，这个春节我却在家为生命祈祷。手机上的信息，电视里的播报，一场战役让我心如火烧。我看见有人还在风中奔跑，这个春节千家万户为他们祈祷。目光中的坚韧，骨子里的骄傲，一场战役让世界的爱都在燃烧。站起来，迎着风雨微笑，把灾难埋葬在今天拂晓。站起来，要和阳光拥抱，把健康还给生命，让春天知道。站起来，迎着风雨微笑，把灾难埋葬在今天拂晓。站起来，要和阳光拥抱，健康还给生命，让春天知道。你说再难也要坚持，要让更多的患者活下来。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，在疫情面前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，一定护佑大家的平安和健康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就算是心里再怕，我们也不能够退却。我看见有人还在风中奔跑，这个春节千家万户为他们祈祷。生命，让春天知道，把健康还给生命，让春天知道。